哇，这跳绳怎么这么短呢、啊？哎呦！哎，注意，这跳绳蛮难用的哦，买到瑕疵品，该拿回去换了啊。哎，苏毅啊，你们拉这个弹力绳是要做什么用的、啊？哦，弹力绳就是在练你的小肌肉，然后通常大家都是练你的外面的肌群大肌肉，然后就是靠弹力绳才可以练到比较深层的里面的小肌肉。我做了两个肩膀。好。哦，这几个动作其实就是在练你肩膀里面的小肌肉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一次大概会12下做2到3组啊，那所以我也可以来做看看嘛。好，来你试试看。我怎么觉得旁边都在笑？哎，你们现在拍这个应该不是要用，只是叫我先试吗？已经在用了。好，前面两块，好紧。这里夹住，夹住这里，对，手肘夹住，对，然后手放下，往外拉。哇，好酸哦！肩膀吗？手肘？为什么是手肘？动作力大。哦，这个弹力绳很好用，真的肩膀有酸的、哦，我错怪你了，这真的不是跳绳。对。